三阴不吃阳，买入就上涨。真正的短线高手从来只买阴线不买阳线。如果你也想学会这个方法，这个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。买阴不买阳的最高境界一定是像图中所示，正好买到拉升前的最后一根阴线，结果买入之后每天几乎都在上涨。那么这样的买阴不买阳应该如何布局呢？其实这个模型就是三阴不吃阳，买入就上涨。首先我们要在上涨的途中找到一根阳线，随后的三根阴线，其中的每一根阴线的收盘都不能跌破阳线的开盘价，注意下影线跌破不算。而在第三个阴线的收盘之前，我们已经确认收盘不会跌破阳线的开盘价，就可以在这根阴线买入，随后就实现了单边上涨持续大涨的状态。让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，还是前期上涨有一根阳线，随后出现了三连阴，其中第三根阴线的最低价虽然破了阳线的开盘，但是三根阴线的收盘都没有跌破阳线的开盘价，我们就可以在第三根阴线收盘前买入。那么注意的是如何控制风险呢？我们买入之后要立即以这根阳线的最低价作为止损，如果未来发现股价收盘明显跌破阳线的最低价，则需要止损。在这张图表中，后面果然在我们的阴线买入之后就出现了持续的大涨，是不是很开心呢？在实际的股票交易当中，不可能每个股票都出现这样的三阴不吃阳状态，我们也可以实际应用。假如果最后一个阳线本来就很小，我们可以看到三连阳对三连阴，如果持续的三根阴线出现，但是由于最后一根阳线比较小，我们可以以前面的第一根阳线的开盘价作为标准，只要三根阴线收盘不跌破第一根阳线的开盘价即可买入，盘中的下影线跌破不算，我们就可以在第三天的收盘之前买入，买入之后以第一根阳线的最低价作为止损，果然后面也出现了快速的大幅上涨。三阴不吃阳，买入就上涨的模型你学会了吗？有任何相关问题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另外如果你想参加双十二的特殊机构参数大揭秘的课程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回复168来免费报名参加。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专注老师，关注转发加点赞，下期精彩持续看。